四点两三，但是呢，在景区里面感到很糟。每个地方都有多少人在那里？2017年下10月15号，新竹西藏下午，小编 Steven 为你现场，现在是一点，下午一点，准备要去四点两三用午餐。右手边四姑娘山长明沟景区，我这边右转过去，右手边的房子就是游客中心。明天上午买了票之后，其实就是搭观光车几分钟去拍这座雪山。拍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走栈道进行走转。那四姑娘山的长明沟呢，它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针对穿越游走四姑娘山的这一条，穿越到另外一条是到八八藏族家周的县的碧湖沟景区。它穿越，要么呢？一些树林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下午会有更多的时间给大家去拍好的照片。是在景色，是四姑娘山到成亚丽之旅的第二天。外宾跟接待内地的餐厅是不一样的，也是稍微会比较讲究一些，是低价的酒店，越来越来像火锅。